米利姆基础连招一，超远距离追击敌人。米利姆大招超远距离快速加入战场，在撞到敌人前二段释放，击飞敌人并造成伤害。近身之后使用一技能突进到敌人身后衔接普攻，最后再利用二技能回推敌人到墙边，使敌方英雄眩晕，再衔接普攻进行击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果在敌方英雄和你距离比较近的时候，可以三技能衔接二技能直接击晕敌方，再利用一技能衔接普攻打出击杀。英雄配合杨戬，米利姆和杨戬在团战中能很好的配合，一个惊艳的杨戬大招可以让米利姆所有技能最大化发挥效果，有米利姆在不需要担心杨戬拉到人却击杀不了了。英雄克制阿瑞斯利姆路，由于米利姆的技能需要大量移动，所以阿瑞斯的大招会对米利姆形成巨大威胁。同样的，拥有位移技能的利姆路也能灵活地规避掉米利姆的追击。